全球舆论大动态，尽在有报，天天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忠平。TikTok 究竟怎么得罪美国了？为什么美国看不顺眼 TikTok？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国际聚焦，我们关注中欧贸易协定。 来看贸易协定，《中国时报》和《德国之声》里面就指出，中欧对话希望在年内要达成投资协定，包括中国现在和欧洲和日本都希望能够尽快签署贸易协定，这对双方都比较有利。而且你看，王毅外长就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防御来自于美国的新冷战。《星岛日报》、《南华早报》。另外再来看，你看，就是王毅和英国、日本、法国等等这些外长。 一并通电话，那么也是希望推进双方的务实合作。再来看，这是中国时报的消息，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争相拉拢谁呀、啊？欧盟。欧盟现在是作为第三方至关重要，但是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弱。新闻云的消息，你看中日外长通电话，王毅就说，确保在年底之前要签署 RCEP。中日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。 但是呢，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却是非常的广泛。来自于《星岛日报》。下面来看《南华早报》的一条消息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呢希望与邻为善，以此来瓦解美国对中国的全球联盟。我们再来看里面说的是《卫星网》，说的是美国将要求中国削减驻美的外交人员。什么原因呢？看这儿，他认为中国的很多外交人员从事的是间谍活动。 实际上，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。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所谓改变中国图谋，纯属痴人说梦。这也就是颜色革命的概念。还有这儿也有社论，你看，敦促蓬佩奥之流要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。而作为《金融时报》里面就指出一点的话，就是特朗普和蓬佩奥拥有不同的世界观。为什么呢？ 那么，作为蓬佩奥来讲的话，他满脑袋都是意识形态；而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，他满脑袋都是钱。下面来看，这是《华盛顿邮报》。实际上，在美国国务院现在整个这样一个机构已经被蓬佩奥完全架空，唯我独尊，其他人谁都不能挑战我的地位。美军机半年在南海活动了多少次？两千次，确实在破坏南海的。 地区和平稳定，究竟谁在南海搞军事化？一目了然。中日东海争议，美国你看立马跳出来，百分之百支持日本。这是来自于德国之声。另外，《南华早报》一条消息，你说美国就说我在南海问题上绝对支持你越南的渔权诉求，都是用来对抗中国。文汇报一篇我的文章：解放军南海实弹演练，谋求打赢强敌。这个强敌是谁？就是美国。 下面再来看新闻云，另外一条消息，美参院致函贸易代表，呼吁立即启动美台贸易协定磋商。那么美台之间的关系要提升经贸关系是一个重中之重，这也是对一中原则的严重挑衅。中国时报里面说另外一个和台湾有关的，你看美国议员现在就要提台湾防卫法，那么由于他有五年的落日条款，蓝营呢认为可能台湾变成弃子。 但是有一点，美国挑事端，台湾的很多媒体呢就担心台湾成为火坑里面的一个棋子，最后变成弃子。来自于《大公报》。新城，我们来看，外交部就批欧盟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为什么呢？那么欧盟限制敏感的科技输向香港，也算是对香港采取制裁的措施。任志刚。 他就指出，美打击联席汇率机会比较少，有可能会制裁个人和机构，无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。看这里面其实有很多，而且说美国有可能会把金融武器化，那么它的结果确实不可低估。那么作为香港来讲的话，也需要谨慎的应对。信报的消息，标普就说，美国制裁华为，那么中芯啦、台积电啦等等一定会受累，会有更多的损失。 李显龙就说，外资撤港之后，并不会汇集到新加坡，而且也无意趁虚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和资本拉走。来自于《信报》和《星岛日报》。《大公报》的消息，李显龙希望下一届的美国总统稳定对华关系，明显已经不支持特朗普了。下面再来看中国强化国际标准制定的存在感。那么一流的国家从标准开始。日经中文网、《明报》和《文汇报》。 剑指中国，日本呢可能要加入五眼联盟，最后变成六眼联盟，是不是呢？时间会有答案。还有《卫报》和《头条日报》，五眼联盟要把日本拉进来，而且五眼联盟要增加稀土的生产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但是有些东西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摆脱依赖。法广、阵风。 刮到了印度，那么新德里就开始向北京发出警告。实际上，阵风战机它充其量就是三点五代，那么和中国的战机相比，有一代的差距，所以不要高兴的太早了。下面南华早报一条消息说的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中国的新型战机是兼容了 F 三十五，包括 F 两两战机的优势，而且既具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，也具备目视攻击能力，要比 F 两两要优。 所以不要担心，我们的先进战机和美国相比有什么差距？下面来看《明报》里面说的是什么呢？澳大利亚参与自由航行军演，对不起，我不参加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无意损害对华的关系。也就是蓬佩奥想拉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呢其实有自己的考量，他是希望有独立的外交而摆脱美国对自己的控制。我们来看中央通讯社。 《星条旗报》说的是，驻德美军将会削减一点一九万人，包括欧洲总部将会迁往比利时。其实啊，非洲的美军总部也在德国，那么这个对于整个欧洲的局势将会带来一定的变化。而且你看，美国要把部队从德国撤出来，去哪儿呢？去俄罗斯的边境，有可能会去波兰。这个对俄罗斯来讲的话，是一个重大的威胁，必然会做出反制。 特朗普就说：“德国受到美军的保护，应该付更多的军费。”他忘记了一点，德国帮助美国获取到了全球的霸权。而且这儿有一句话：“shooting itself in the foot”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：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也就是撤掉美军之后的话，美国的全球霸权将会降低。这是来自于今日俄罗斯。鲍威尔就说：“未来美国的经济非常的不确定，也很难全面的复苏。” 还有就是四个科技巨头，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，是齐聚听证会啊。他们呢口口声声我们要实现的是美国梦，并不是垄断，所以也希望你们这些国会大员们要放我们一马。但是国会大员们认为这四大科技拥有太多的政治权利，甚至能够左右美国的选举。还有，你看这四个科技里面有很多。 都开始拿中国来说事儿了，不仅仅国会议员会说，他们也会说，而且他们很清楚，提到中国，国会议员都会同意。来自于联合报、明报的消息，特朗普就说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科技巨头开放公平市场，因为他们涉及到了垄断。香港零幺，苹果的身价一点九万亿，十连霸，确实，苹果的地位很难撼动啊。美疾控认为。 疫情源自于欧洲，就是因为美国的反应太迟钝，所以导致美国疫情如此的严重。来自于文汇报和 AP 相关的消息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，特朗普就说美国大部分地区没有新冠病毒，简直是信口雌黄啊！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，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就是 mask 口罩。美国已经错过了戴口罩的最佳控制疫情的时机，那么怎么办呢？ 现在戴了口罩，也算是一种挽回败局的局面吧。另外，你看福奇就说，不仅仅要戴口罩，还要戴护目镜，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全面来防范病毒对自己的侵害。来自于今日俄罗斯。你看特朗普很感慨啊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福奇？不喜欢我？其实错，大家喜欢的是科学，不喜欢愚昧。特朗普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BBC《自由时报》。 文汇报的消息，世卫就说疫情仍处在巨大的第一波，第一波没有结束，只是在中国国内现在是第二波，所以完全不一样。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经突破十五万，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你看这些黑色的区域代表疫情比较严重，如果不尊重科学的话，这种状态将会继续加深呢、啊。来自于路透社的消息，巴西。 和美国一样，你看新增了七万起病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博尔索纳罗和特朗普一样，这就是原因。日本新增新冠感染者超过一千两百人，遍布全国呀，来自于每日新闻、共同网。朝鲜进一步加强防疫工作，你看，因为新冠隔离了七百多人，开城完全封城。 那么韩国今天起对中国入境韩企的人士采取免隔离的方式。那么中日也同意商议建立快捷商务通道。美国人很惊讶呀，俄罗斯可能在两周之内，也就是八月十号就宣布第一支新冠疫苗投产。实际上，它这个投产也是在一定人群里面先试用，是这个概念。《中时电子报》和《今日俄罗斯》。英国最大的流感疫苗计划已经推出，要多少呢？要。 签下六千万剂新冠疫苗，人体的临床试验是九月份开始，而且说谁反对我这个计划，谁就是疯子。你看特朗普也说，谁去游行，谁去示威，谁就有有问题。所以他们之间说话也都是非常类似呀。福布斯和新闻云威力太强大，新冠病毒将会侵害人的心脏。你看百分之七十八有这样一个数据，心脏受到了摧残。 新冠在蝙蝠中已经传播了数十年呀，也就是早就存在。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谁破坏了环境，让蝙蝠跑到人群之中，让人得到了新冠。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考虑，这是环境保护的问题，要让蝙蝠有一个栖息,息的场所。全球预防未来传染病的花费，科学家就说至少需要花费这么多钱，也就是大概有二十二亿美元。 钱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全球要有共识。新闻云和 NBC News，印度孟买贫民窟百分之五十七都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但死亡率相对来说比较低。有人说和恒河水有一定的关系，来自于联合早报和信报。下面来看信报和路透社的消息：世界银行拨款这么多钱，多少四十亿来推动发展中国家医疗品的供应。 世卫组织应该做这样的一种工作。世界卫生组织、旅游组织，你看，就说新冠大流行导致五月份的国际游客较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，离百分之百就差两个百分点。另外呢，损失是多少？三千两百亿美元，这个数字也是触目惊心啊，来自于联合国。你看，专访国际奥委会委员就不赞成东京奥运会只有日本观众。 那就不是一个冬季奥运会，成了日本本国的一个国内的运动会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。好了，国际速报，我们一会儿接着说。我们来看人造太阳组装，核聚变将会商业化，在哪儿？在中国，习近平也发了贺信。 这个最大的看点就是可控核聚变是非常非常难的，来自于《信报》香港零幺。那么，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经手特朗普的团队存在洗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，来自于《大公报》和 C N, N。拜登呢？你看写了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的我的副手是谁？诶，看来是提前曝光了，是一个女的非裔人士，对于特朗普的选举或许会有好处。那么。 玛丽特朗普，也就是特朗普的侄女，说：“我一定要帮助拜登赢得选举。”来自于《华盛顿邮报》。如果要是特朗普输了选举，又赖在白宫怎么办？军队会不会介入？军队会保持中立。来自于《华盛顿邮报》。伊朗实弹演习打击尼米兹号航空母舰，那么它成了靶舰。昨天已经开始攻击，而且伊朗呢是从地下井发射了弹道导弹。 下面再来看，你看文在寅说要致力确保导弹主权的完整，包括你搞一个固体燃料都需要美国去同意，你这个完整完全是不现实的。来自于韩联网》、《中央日报。另外一条消息，《南华早报》说的是什么呢？维珍太空舱内部曝光，你看里面可以坐很多人，但是它所能提供的是亚轨道的真空失重的体验，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轨道飞行啊。 今日俄罗斯说的是，有近半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登月是造假，百分之二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。看来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很多人比较愚昧。希特勒的亲信之子现在出任波兰大使，外交部长气得想辞职啊。存活一亿年，南太平洋海底发现了恐龙时代的微生物。还有就是五十五公斤的这条狗，你看走不动了，十六个。 这种队员五个小时把这条狗扛下山，狗看来还不如人呢。印度新德里有很多医疗物资暴增，尤其变成了废弃物，拾荒者呢在捡荒的时候，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被感染的风险。大千世界，看看这个话题。 全球预防传染病需要有两百二十二亿美元才能够根治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，更是一个政治的共识。我们知道，医疗垃圾在中国是严格的分类、严格的管控、严格的处理，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面，真的医疗垃圾成了一个最大的隐患。好了，广告之后继续读报。 聚焦，我们关注中国内地的降水。我们来看中国内地的降水，《望报》《人民日报》都在说雨带北移，长江、淮河、太湖高水位有可能会缓解，这是个好事儿。另外就是秦淮河河堤遭挖空，你看见的是餐厅。九名官员被处分，而且被问责，完全是不允许的事情。 信报你看内地单日确诊重回到三位数，新疆添了八十九例，而且专家认为还没有到顶。你看新疆本土就有病例九十六例，那么一共是多少？一百零五例，来自于相关的媒体。你看北京有五个疫苗临床试验，有两个已经进入到三期临床试验，来自于《灵魂汇报》的消息。德国企业将会在浙江建厂生产疫苗的玻璃瓶，大公报。 钟南山就建议港府要全民进行核酸的筛查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。香港已经突破了三千例了。下面再来看，很多人都在抱怨香港很多人没有地方去吃饭。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，这就叫长痛不如短痛。另外再来看，香港刺激 GDP 可能会重挫百分之九，衰退期将是历史上最长。这也是香港在疫情和黑豹问题上处理不当导致的。 港独四人违反《港香港国安法》被捕，另外就是澳门进广东省免隔离，料八月份就可以自由行，让我们在香港这些人有些羡慕、嫉妒、恨呐、啊！《中华书报》，我们一会儿接着说。来看《大公报》，习近平明天出席北斗三号导航系统开通仪式，好事儿。 习近平颁命令状，火箭军政委晋升上将，谁呀、啊？徐中波，来自于大公报和文汇报。习近平指出，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，需要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。一千万研究生数量真的不多，中国有十四亿人口，来自于文汇报。国务院说，保障重点外资项目的用地，来自于大公报。世界银行就说，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一点六，来自于明报的消息。 那么，凤凰卫视资深总编辑、首席评论员，我们的同事阮次山先生因病在台中逝世，逝者安息。刘长乐呢也致了唁电，确确实实，阮次山先生也是新闻专业主义激情的杰出代表呀，真的是逝者安息。来自于凤凰网。来看一下李登辉，李登辉病危，你看有多个人士去看望他，来自于《联合报》和《中国时报》。 那么他搭了几个支架？十二个支架，在如此的年龄搭这么多支架也是创了记录。那么近年来他主要都是半昏迷的状态，已经五个月了。来自于中国时报。那么美对华为进行制裁，让台湾的某些企业有了商机。来自于联合早报。来看华府的智囊是谁呀？就是这个人，叫余茂春，被重庆母校除名。他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。 另外再来看吉林省多部门联合调查《平安经》这样一本书，凸显一个常务副厅长无事可做。另外，经这个东西有迷信的内容在里面，是不是涉及到了封建迷信？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，《人民日报、啊》三星堆周边发现了重要的遗址，涵盖五千年呀。另外，三星堆推出五千年前的陶猪，网友说这不就是愤怒的小鸟吗？ 那么，南京玄武湖公园并蒂莲已经出现了，但是呢，坏消息是它已经被人偷了，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就能不能手下留情呀，让大家都来观赏观赏这样一个奇迹呀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焦点评论要谈的是 TikTok。我们来看 TikTok，你看《信报》商业内幕里面就指出。 TikTok 正接受美国国家安全的审查，国家安全的审查呀。另外，美国鹰派就抹黑 TikTok 干预美国的选举，这就是无中生有。另外，再来看 TikTok 首席执行官是什么呢？他实际上是迪士尼之前的高管呀。他就说，扎克伯格是伪装爱国，你为什么要批评 TikTok？而且被恶意攻击呀。TikTok 估值是多少？三百九十亿。 三千九百亿港币，来自于信报的消息。还有就是恶性竞争，我们能看得出来。你看，现在 Facebook 下面的一个 Integralf，它现在就开始挖 TikTok 下面的一些网红。为什么呢？竞争不过就采用其他的卑鄙的手段呀。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？就是美国政府为什么羡慕嫉妒恨 TikTok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第一就是 TikTok 它是一家中国的公司。 无论 TikTok 怎么样和中国的母公司进行切割，也就是和字节跳动切割，它都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国控股的公司。所以，美国绝不允许中国控股的公司在高科技领域、在自媒体领域具有所谓比较好的地位。我们知道，TikTok 在整个全球的所有 APP 下载榜里面排第一，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等这些自媒体平台。 就因为如此，美国就把这样一个 TikTok 自媒体的软件当成是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也就是我在商业竞争里面，我竞争不过 TikTok，连美国人、包括美国的大兵、包括很多欧洲人、印度人都开始严重依赖 TikTok。既然我竞争不过你的话，我的办法很简单，我可以关了你。再加之，你看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，连 Facebook 的执行官扎克伯格都缺乏竞争意识呀、啊。 认为，诶，这个 TikTok 有可能涉及到了是政治问题，所以通过政治对手的不断打压，商业对手的不断打压，TikTok 的日子真的不好过。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，指责 TikTok 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，完全是莫须有，完全是一种政治追杀。美国实际上比较担心，像华为、TikTok 这样的公司做大，会危及到美国的商业利益，而且会认为这些。 媒体如果变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媒体，将会影响美国的政治影响力。所以，美国认为只有美国的自媒体平台，包括 Facebook、Twitter 了这些，才能够引导全球的一个所谓意识。所以，美国把意识形态看得比较高的话，是不允许 TikTok 做大。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实。当然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被美国打压的都是伟大的公司。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